但是像进村的时候啊，把我们的村的那个芭蕉啊，还有甘蔗这些都吃光了。如果家里面存有粮食的话，他也会把那个门拿搞开以后，把里面的粮食也会吃了，还有家里面的什么电器那些也会损坏。 村民观察到，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就是也像有十几次来到了围栏周边，就是由于围栏的存在，也像一直没有进到村寨里面去。